30秒到达战场，中我的碾碎啊！非得整两个小翅膀，行，整两个小翅膀，这怎么回事？什么意思？我的黑暗并非由心而生，真的给我气坏了。然后我现在我这还生病了，我这嗓子还疼。哎呀，嗓子好痛啊！能够开盾墙，战士，搁家里边居然感冒了，我佛了。我没穿皮鞋，四个脚趾头。伟大的豪门，火焰与锻造之神。我是亚托克斯，我是弑神者。明白了。你给我死！不买装备。你令我失望。山羊。推过去，我们回家啊。一段 Q， 扎一刀，二段 Q， 一 W A 一下，三段 Q， 走了。哎呦，你想杀我？哎呦！出来！哎呀，哇，我这被动一手扎没吸到血，哎呀，没扎着。把他杀了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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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他一死就完事了。没事，不行我来。这个操作太下饭了，最近没看热赛直播。我扎，哎呀，咋这么卡呢？哎哎，为啥卡呀？别卡，别卡，别卡，别卡。跑！召唤！你死了，好处
哎，漂亮！算了，回家了。我没有点爆破吧？没点爆破，这塔皮吃不了。走，回家。这个买了够不够一个红宝石？不够啊，这么地儿吧，那就来一个考菲尔德战锤。这奥恩还可以，挺乐意拼的。这没事，二段扣我不放了。一段扣，二段扣，扎一刀 A 一下，三段扣开大招，平 A， 平 A 一走再 A 好撞，平 A 一段扣 ，A 接二段扣。没掉血，剑魔确实加强了，剑魔应该是加强了，大招加的比较的多。哎，大招一级没加好，加没加？先来个燃烧宝石。加强了三级大招。那可能是暗改了。我来了，兄弟，坚持住，坚持住，坚持住，马上到。你给我先死，来杀的山羊，他可能有闪现啊。 Nice， 看看银马的红有没有。没有，银马把龙打了。把塔皮吃他几层，奥恩不出反甲。对，你就往上撞啊。还跟我打呀。我扎，好，回家，我们已经无敌了。下路帮一波忙，来了兄弟，
你先死。好，这边杀女警。日女没死掉啊！哎呦，我这日女玩的好啊！不管他们，拆塔皮，这吃塔皮多舒服啊！来，在这等一手女警。日女咱就不杀了，杀女警啊！等女警来，好，一段 Q 链柱扎一刀，二段 Q A 一下 ，Q 一耳裂。你单杀他，他就一个人。没想到吧，女警死了。哼，往哪走？啊，往哪走？来，往哪走 ？Q 一耳裂扎住，二段 Q。三段扣呀！你先别打他，你先别打他！我扎！呀，这边怎么回事？来了，兄弟！先杀一个，我们就起飞。哪来的羊？不行，这杀不了。呀，这哪来的山羊？你们这不管我就杀那 ADC 呀、啊！来来来来来，我看看。人有点多呀，这走一走来，走呗。一段 Q， 二段 Q， 扎一刀，三段 Q， 假的，始终是假的。写满了。区区真低呀、啊！我这一看呢，哎呀，防御塔！护甲孩子，这银马怎么出了个女神之刃啊？蓝不够用吗？哎，女神之刃银马行啊，我一看呢。把上面的山羊杀了，吃我塔！干哈呢？这样，这是有点想不开了。我这一看呢，
放弃了。完了，开始卡了。为什么会卡呢？好肉啊！奥恩指定得被削弱，我跟你们说，100%的。这回这比赛一出啊，这奥恩估计就差不离了，就不远了。一段 Q， 二段 Q，Q 一二电 ，A 一刀接点炎平的，一段 Q， 二段 Q，Q 一二电，往哪走扎一刀。一段 Q， 二段 Q，Q 一二连扎一刀 W 柱。一段 Q， 二段 Q 一，三段 Q， 一过来闪现走位，再一开大招，一段 Q 扎一刀，二段 Q， 三段 Q 扎一刀 W 柱平 A 接一技能接平 A 接平 A 一段 Q。二段 Q 一 A 一刀，三段 Q 平 A， 一段 Q， 二段 Q， 三段 Q 一没关系，链住 Q 一下，你给我回来，真肉啊！真是肉啊！真打不动啊，这你偷我大灭干什么玩意儿？你偷牛头大招啊！塞拉斯加大灭等于无敌，为什么等于无敌？写着，这把的队友还行，这把还算像点银。